这世界都明亮了，是你让我炙热着。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华森，我是杜天宇。今天我们来参加虎厂新同事入职挑战啦，我们超有自信，放马过来吧。欢迎你们来接受虎厂的挑战，首先来填写一下新同事 TMI 吧。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我的同事是明星节目官微，观看精彩短视频，参与我的同事是明星话题讨论，一起边看边聊，也请登录搜狐视频、搜狐视频 App 观看更多节目内容。登录微博，关注我的同事是明星节目官微。但是已经完成了是吗？那向镜头来展示一下。挑战会议宣言是：我也从来没有输过。2021的心愿清单是：做个好人，再长高这么一点吧，到185吧。然后就是发歌，很多的歌。这是我的自画像。华森，来向镜头展示一下你的 TMI。这也是我从来都没输过。我也。其实说这句话还是有点心虚的，也就是说玩玩。愿望清单，第一个是家人平安健康，第二个是希望我2021年能够接男主的戏吧。然后第三个是八块腹肌，希望我能练出八块腹肌的。然后这是我的自画像，浓眉大眼，头发长。下面也是画着玩儿。现场准备了导师以及好友的头像贴纸，你们可以从中挑选五位，将贴纸粘在板子上，并写出他们的初印象与现印象。大家先向镜头来展示一下你们选的是谁。华森先说。冠佑、天宇、舅舅、丁浩还有林浩。舅舅、邓浩慈、常华森，然后李荣浩老师，然后是小林。先来向镜头展示一下，然后每个人都分别解释一下吧。舅舅呢，因为我刚开始和他的记者会是一起进去的嘛，然后他就一直安慰我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像一个大哥哥，人很好。我有一个那个方法调节紧张了，就是你上台之前千万不要叹气，你要猛吸气。这印象吧，就是其实就跟个小朋友，但这个小朋友不是那种幼稚的感觉，他不幼稚，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长不大，或者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就童趣吧。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宿舍一起吃零食啊什么，一起聊聊天，他就是整体的气质气场会给我感觉像一个小孩一样，跟我同龄人一样。邓孝慈，不要打我，狂爱摸手。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因为我刚进去，我和邓孝慈是室友，就是我们宿舍有孝慈，有玉泰，然后有燕西，我和燕西住在上面，还有玉泰住在下面，然后他们俩就是脚对脚的住嘛，就是那种上下铺，然后两个上下铺连在一起，他们就脚对脚的在底下。孝慈就每次会就穿一个丝绸真丝的那种睡袍，然后躺在那边，然后就这样，对，就这样摸手，而且就是永远在摸手，就是永远都在擦护手霜，擦护手霜，对，就擦护手霜，一直在擦，一直在擦。我之前说他为什么特别真性情呢？就是会把他最真实的一面说出来，非常 real。我的性格可能不会那么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可吧，但是我其实并不是很在意。然后张子为什么写个18？因为我一直以为他跟我一样大，所以我顺便写个18。然后现在啊，就是现在还就是个小孩长，小屁孩长不大。就是在宿舍的时候吧，他特别咋咋呼呼的，就每天可能他回来就啊，就要叫一嗓子，然后其实也没啥事儿，然后可能在那边洗澡或者在洗手间，就一直在那边喊，在那边叫，他是真的小孩。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总会有东西吓到我，就是要么掉个水杯，我就哇一叫，要么踢这个墙，对，想拉对，每天回去都要叫一下，就是下意识的就会那种反应，就是每天都很多次了，我感觉对很多次。我刚开始还是就是很害怕嘛，就他动不动叫一下，动不动叫一下，最后就哎也行，怎么来了？一起叫一起叫，然后。李荣浩老师，因为我写他有一点点凶，刚开始给我的初印象就是很严厉。后面我为什么写他很温和？我们有一次在上课，李荣浩老师在那弹钢琴，整个一个沦陷，然后就是真的很温和，就说出来就是教我们的东西啊，然后他，对，就是很温柔的，很暖。然后小林初印象是好吵好吵，就是刚开始我们进去有很多人嘛，118个人，然后整个宿舍就特别吵特别吵，然后每次小莲的声音有点很吵吵，然后就要写是太好笑了，因为我们后面有一次彩排的时候，我们20个人都带着是那个耳麦嘛，然后有戴耳返，
就其实外面其他工作人员也听不见，但我们都能听得见。我们每次聊天啊，就是其实不是对前面几个人聊，就是其他人说白了也能听见。那天我好困，就是状态不是很好。小严就和还有李静豪还有舅舅就在很远的地方聊天，但是我们耳返里面能都能听到他们在聊啥。对，就是很好笑很好笑，最后就是都把我们所有人逗笑了。好的，我们了解一下华森的，分别每个人都介绍一下吧。先说冠佑吧。第一次认识冠佑是在公司的一次面试上，在那次面试好像要看我们每个人的舞蹈水平啊、舞蹈基础啊，然后当时第一次见他，我想哇，就特别有练习生的范儿嘛，就是感觉很会跳舞。后来在那个舞蹈测评，算是舞蹈测评吧，他在跳了一支，当时是我们里面跳的最厉害的一个人，我当时哇，这绝了，这个人，就是他跳舞真的很厉害。然后后来就接触多了之后，在一起训练，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人，后来就感觉他话也没有那么少，还是平时还挺损的，就跟我们就是呵呵笑啊闹啊什么的还挺多的。然后再是天宇，天宇初印象是我觉得他话不多，也是坐那儿就很有礼貌，然后感觉是文质彬彬的，但是后来接触久了在节目里感觉他胡说八道也不少后来就有些方面就感觉他还是小孩，对，感觉有些想法很幼稚嘛，就会跟我有像的地方吧，比如干一件很疯的事儿，我们俩就是想一想，然后一头别就去了。比如晚上出去夜跑，我第一次见啾啾是在正式录制之前的一个舞蹈课上，当时就在前面学舞蹈，特别认真，在前面一遍遍学，当时也特别爱笑，就下了课也是跟张景元他们在那聊天，就感觉很爱笑的一个人。他是标准的鹅叫小生是吗？不，你这现一下，就当时还不知道，现一下你看，我刚刚。对不起，他笑得很好玩，也是一个特别会安慰人的人，特会加了引号的。然后有的时候会用一点损的方式。对，他特别损，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终生难忘。就是我在蹲楼道里，然后他跟我说，说的我又气又笑。比高数还难是吧？对，就那次。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主题曲了。没有，我连环尾都第二次了。孙一浩是初印象，也就是在小区门口碰见，然后当时他穿一身白衣服，就也不说话嘛，就从旁边走过去，觉得很高冷，就肯定飘过去的那种，就很仙。后来在节目里认识多了之后，嗓门特大。我不管，哎呀，不管了，我没有，果然犯规我都看见了，你咋这样？嗓门很大。他的寝室很整洁，很干净，就是我见过的算是最数一数二吧，并且还很乐于助人，就在厂里不管是舞蹈啊还是什么就会帮我们很多，还有化妆啊。对，你们两个都被孙一浩化过妆是吗？孙一浩是帮我化过一点。我去找他过。 对，你不是找他学来？是，我有一段时间刚进去嘛，不是不太会嘛，然后我们就去晚上夜里就去他宿舍，天天去，互相安利好用的东西，互相分享一些，主要是他教我了，这样小知识。对。那孙一浩就是有安利你什么样的就好用吗？就是有什么身体乳啊，对，眼妆，我的那些现在用的化妆品基本上都是他推荐，还有一些什么很好用的小众气垫啊，乱七八糟的。孙一浩有安利你一些什么好用的东西什么？他也安利过我身体乳。林英我好像也有问过他，不是很会画，比较专业。然后还有就是任鹏是很偶然在练习室，就是学舞蹈的地方认识的。当时第一印象是感觉他就有点内向，说话也是弯弯磕磕的，也说不太出来。后来熟了之后，我们一起就是一块儿吃饭的时候聊天，给我讲一些他之前去明日的时候一些经验，传授经验。你跟鹏鹏不是两个人比赛结束之后都相约回北京吃火锅了吗？然后好多人看见之后都觉得梦幻联动，没有想到人家认识这种。因为那是第一天出来是我们仨还有刘星，刘星一块儿吃的，第二天就鹏鹏正好约我一块儿就聊天，然后我们就出去一块儿吃了个饭。第三天我就回家了。